clumsy hearts and neon lights. They're playing with my mind. Gotta get out of here tonight. Oh, I wanna run off and fly. And I'll tell myself it's fine to be alone. Just to find somewhere that finally feels like home. Oh, oh, oh. I hate all this overthinking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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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今天要来帮大家科普的是水母，不要笑。台湾水母、一般水母、真水母缸，台湾沿海有很多真水母缸的种类，因为本体为波形，又称为波水母，整体而言毒性不强，真到顶多红肿。一般常提到的包括海月水母 Aurelia aurita lineus 1758这种，在台南运河与世界各地常常看到。毒性相对不强，端边水母 Acromitis sp 由于这种水母在台南的饲草很多，又称为饲草水母，大鹏湾也曾大量出现，毒性相对不强。某种端边水母在西南海岸常出现，除了上述两种常遇到的一般水母、真水母缸，还有很多种在海边浮潜或冲浪时会观察到。蓝瓶僧帽水母也被称为葡萄牙战舰，由水螅体及水母体组成，看起来有点像一气的蓝色气球或透明塑胶瓶，并有着长长触须，最长可达50公尺。两年前花莲七星潭海滩也曾发现的踪影，还一度被误以为是世界第三毒的僧帽水母，吓得有民众发文提醒千万别碰。虽然蓝瓶僧帽水母出没澳洲的景象让当地民众看了啧啧称奇，但是满地水母也让许多到海边戏水的民众不小心蜇伤了脚，形成严重的红肿胀痛现象，有时还会奇痒无比，严重时毒素还会深入淋巴结，导致休克及干扰心脏和肺部功能影响。虽然致命案例不多，但仍不可小觑。叔叔有练过，不要学哦。被水母蜇伤的处理步骤一：先移除粘附在身上的水母细胞。水中可利用强力的拍打水面除，上岸后马上用热沙搓洗被蜇伤的部位，沙子越热越好，不可以用淡水洗，会释放更多毒素。二，用醋，食用醋或酒精，要用或氨水10:1稀释喷洒被蜇伤处中和毒性。三，可以泡热水或温泉，使水母的蛋白质毒变性，就像煎蛋一样，蛋白质变性毒性也没了。被水母蜇伤的处理步骤四：涂抹类固醇药膏，可消肿止痛，或是止痒药膏。被水母蜇伤后过两天会粉痒，请不要用手抓，以免留下疤痕。五，如有过敏现象，请赶快送医。水母有很多种，水母毒也很多种，被水母蜇伤可大可小，情况不对一定要送医，尤其是有过敏、全身起疹子等这种严重状况时，请赶快送医。
总而言之就是，下水前在沙滩上如果有看到这种细细小小脚又很长的水母，那基本上今天最好就不要下水了。